为什么没有全套利润卡？原因就是我买的是汉堡王啊，当然没有利润卡。从今天开始，我要去买麦当劳。好吧，其实排队排的太多，那个懒得去，要不然反而要买麦当劳了。我跟他一样，我回到家的时候晚上妈六七点了，去麦当，我刚来一堆人，这怎么回事？这行销太厉害了吧，太神了吧？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教育啊，告诉大家社会的真相。最近就是有一个篮球队，台湾职篮啊办一个活动，他这个洞口，你打高尔夫球，滚进去就死亡，哇，一个非常梦想活动啊，就有一个球员，想帮球员梦就滚进去，怎么球那么大洞那么小，打炸成功，搞了半天，这个是来告诉大家社会的现实啊，很多人告诉你，人生要努力，人生要坚持，戏台下等久是你的，结果社会真相是。有些位置，有些成功的地方已经是内定的，我们都没有机会了。就像你去网络上求职，有时候一直投履历，投，为什么没有面试机会？因为那些面试机会都假的，人家假求职，人家根本要找工作，人家只是放在那边摆上面好看而已。真正工作，好的机会都被别人占走了。国庆特殊汉堡王，你看这个是国庆不国庆？为什么就没什么差别？好，庆祝国庆，现在10月23号。迟到13天，国庆感觉真好哦。台湾 number one 啊，可乐真的爽哦，牛肉真好吃，真诚的哦，爽啊，肉感焦点浓郁，面包香香的。本来我已经认命了，我知道投胎没有投好是我的错，当时眼睛不睁大一点，找个有钱人去，我在那边听信毒鸡汤，肯努力肯打拼，就算你是出生很苦也能成功，那骗人的，一开始你的爸爸是谁就决定你是谁了。可是这时候更可恶是发生了，你很想要的东西，你很爱的东西，你一直渴望的东西，人家网红不屑一顾，这什么东西啊，什么大便啊，谁小杰啊，小杰是谁啊，谁是库拉皮卡啊，什么鸟东西啊，这东西我才不想要，送给我才不要，你不要给我啊。有没有很可恶，有没有很现实，这些这么宝贵的东西，你这么珍惜的东西，人家你会丢这桶也不要给你太现实太真实，所以我要去吃麦当劳啊，没有啦，下次还是买啊，这个这次太急了，不要乱办活动好不好，我吃麦当劳是真的，我吃麦当劳，你这些买卡片去别地方买不？受不了，那个麦当劳下次不要在那个办卡片活动，因为我是真心想吃麦当劳的哦。今天这个先吃汉堡王哦。不错吃哦，酸酸的黄瓜哦。哇，浓浓的芝士，这样子啊，芝士小圆，这个比麦当劳好多了啊。